咁我揀揀下依個啦，依、這個都係一個色仔嘅玩法啦。但係依個改變咗啦，就係、是、一掂到半個 sensor 咧，佢就會有聲啦。咁如果你想玩嘅話，可以喺嗰啲判咗 sensor 嗰個面度咧，就寫啲懲罰上去啦。跟住之後咧，一拋嘅話咧，如果跌咗個位嘅話咧，咁碰咗 sensor 咧，咁咧佢就做翻嗰一個面嗰個嘅懲罰咯。好，明唔明？就係咁。咁我相信今次咧，呢、這個跟改良版咧就唔會再跌嘅啦。好，而家示範。但是呢我未必拋到個位置是真的拋到中那個 sensor 位的，所以我會試兩三次，無求呢就整到它撞到那個位置。我大刀呢就是不中的，都是不中的。好，都是不中的。我未撳嘅，一、二、三。